能带走，新台币。欢迎收看财神向前冲，真爱万事通。好，欢迎观众准时收看我们的财神向前冲。在我们节目呢，欢迎所有的机关团体公司号踊跃报名参加啊！每期呢，最高我们可以送出50万的奖金，而且连续10次卫冕呢，可以获得我们的 S5 的 Turbo 顶级轿车。大家踊跃报名参加，今天的参赛呢，都是我们的乐团里面啊，这个可以讲是相当受到欢迎的。来，首先欢迎的是 Hisco。好，今天的欢迎的是 Trash。欢迎！哎，最后一团是我的董事长，董事长乐团，董事长好！哎呦呦呦！当属定后，当属定后，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！现在我们的三组咱们乐团了，欢迎大家。这个乐团呢，这个给大家这个感觉呢，都一定是新潮啊。然后呢，可以讲说这个，完全是可以讲说脱离世俗。的所有的行为举止、穿着打扮，对不对？不怪他就不叫乐团啊。但第一团感觉就好像是棒球队员啊。他们不叫 disco， 他们叫 pisco， 来欢迎他们。好，这个乐团是我第一次啊跟你们面对面。哪个好？哪个好？我们这种年纪跟乐团可能都会脱轨了哈。主唱是大家好，我是 pisco 小润。小润啊，是啊。那您这个乐团成军多久？5年。5年的时间了。我在2月14号即将举办5周年演唱会。我说2月10号就要解散。哎，都被宣告解散就不太好啊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在台北公馆冷卧。啊，那你叫？我叫 Rachel。Rachel， 瑞秋。是，我是吉他手。吉他手是。哇，吉他手一定要弄得很，就是那种头部有力，就是要有点疯狂的。对。啊，然后一定要有那个什么，那个风口这样吹，有没有？是吧？是的，要吹那头发飘啊什么啊。所以我们的吉他手。孙毛，这是我们孙叔叔的老姐，是，一个叫孙小毛，一个叫远房亲戚，远房亲戚，你是？我是 Pisco 的技师，什么记者？技师，技师，对，技师。哎呦，哇，这个乐团已经搞到这种妖魔鬼怪，主技师啊，因为我们的设备就开坛时候，开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膜拜祭拜，有没有？先做个法，有没有？就是说每次表演你最最重要的，你是先前部队的，是不是？没错啊，孙毛，您是负责？我是 piano 手。哦，这个最好，一个人可以搞定好几个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了。2月14号啊，到这个公馆什么？冷卧。冷卧啊，就是这个世界就对了，对，是不是？到那边去参与那个世界，好不好？这个强，好不好？啊，来欢迎他们。第二个这个队名真的太无聊了哈，那么多不好取，取一个啊，乐色 ，trash， 好，来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rash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Go Go Rise 美好前程。好，美好前程。今天是 mix 的，那你是？我是鼓手。你是鼓手？对对对。那你呢？我是 Go Go Rise 的主唱兼小号手妹。啊妹，哦，那个这么多啊，小号还有什么？主唱还有什么？就这样。最近发了一张新的专辑。哎呀，真的吗？哇，那我们可以送给这个拜读一下啊 ，Go Go Rise， 谢谢。这个专辑特色给我们介绍一下。那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应该要懂得自己去着上自己的颜色，而不是被别人覆盖我们自己的颜色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做的自己想做的。年轻人其实有自己的主张了，自己的想法，但要正面。对不对？哦，很好。以后希望每一集都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负面能量太多了，是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怎么吓我一跳？让我们一起归零。我一看到你又是原住民来的，哦，那造型很特别又帅哈。那你是美好前程吗？我是 Church 的吉他手。吉他手，哦，来欢迎他们啊！哎，接下来是真正的很久没有看到了。哎，董事长你好。好，奶哥好，我们先送奶哥我们的专辑。刚刚还没有录影就摆在桌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
就知道我喜欢赌送扑克牌。你答错了，这是录音带。好，还有录音带。我是看年龄啊，看年龄。因为我们以前也买过你的卡带。红鞋女孩。你是在故意给我难看吗？不过现在是这样啦，就是说那是我们的，其实那是我们的正品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还是以我们的CD 专辑，这是我们第十张专辑。其实我们十张专辑以来，我们都是尽量去尝试运用不同的曲风去表达我们想要的表达的理念，希望说这个台湾的这一些各种发展啊，应该都更可以更多元化。一定可以啦，因为。总是还是有坚持的，要坚持才有成果啊！看得到吗？因为我看他目光都没有，就是说虽然我看不到那眼睛，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一个聚焦的一眼。对，您是？我是吉他手。吉他手，哇，你这也是特别。这么着少年白哦，白成这样。这位是我们的板吉他手，这个板子手，吉他手，天团接力计划。最近我们台湾有一个台湾音乐交流协会哈，国际交流协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，就是说针对学生，大学生、高中生，然后组队报名来参加。那可能从过程当中会由我们这一些比较资深的乐团来指导，说如何。经营一个乐团，然后指导创作上的一些角度，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喜好对音乐有爱好，然后呢有对这个组这种乐团的那种活力跟那种向往，希望这些能够发挥你们的影响力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特别谢谢我们三组乐团，应该讲四组了啊，谢谢。好，马上来要抢我们的神经女郎啊，来我们G Girl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G Girl神经女孩，我是 Yui， 我是 Demi。你知道吗？今天 Trash 来咯。 Trash 我知道，垃圾我最会收了。不是那个收垃圾，是 Trash 乐团，搞什么？不是收垃圾哦，对不起， Trash 乐团加油！那你知道吗？今天 Pistol 也来咯。 Disco 老师音乐。不是那个跳舞 Disco， 是 Pistol 乐团。你真的 Pistol 乐团。加油哦！那你知道吗？今天董事长也来了。当然，就顾宝来了，凤姐来，凤姐。不是那个董事长，是董事长乐团。不好意思啊，还在上班，还没下班呐。董事长乐团，加油！不好意思啊，节目总是有要有高的有 low 的啊，这个我们算是 low 的一面啊，我们看看也开心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机构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第二轮残酷的资格赛。好了，进行我们的残酷资格赛。好，今天我们三组乐团，刚刚访问了啊，大家观众朋友对你们这个印象更深刻了，不过呢就怕。未来的可能八分钟你们就会离开了。来喽，好，我们是一分最少的就要说再见。好，等一下，第一题，你们应该知道什么叫敬老尊贤。好的，这里不管用，好不好？这边一视同仁。啊，请问，均衡饮食，三低一高，三低是指低脂、低糖、低盐，请问一高是指什么？哟，哇 ，Trash， 高纤 ，How did you know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需要吃高纤，是不是？要那个促进这个代谢，对不对？代谢比较高纤，恭喜标准答案。我连题目都还没搞清楚，三高嘛，对，你讲说一般我们讲所谓的这种的人呢，到年纪大会有三高，是那个三高，高血压、高血脂，高血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讲三低一高，这样低的啊，那我们要高的这个饮食是好的，就高纤维。来，第二题，请问亚洲的全称是什么？好，哎呦。知道全称，叫亚洲的全称，亚洲的全称，亚洲怎么全称？亚洲的全称，全部的总称。Asia 就是亚洲 ，Asia 亚洲中文，中文啊，对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没有，他没有答。亚细亚什么？亚细亚洲，亚洲就是亚细亚洲，好不好？亚细亚洲，恭喜标准答。
按。对，这样也会对。各位，你们真的，我是用左大右的亚细亚的孤儿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在讲当时的亚洲的内容。用你英文来，我来开始翻。我就是想英文 Asia， 知道吗？好，第三题，哇，这个你们搞不好就没有涉猎了。如果你们不知道，三个不知道，我会用三选一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请问偶像剧《十六个夏天》当中的女主角兼制作人是哪一位？女主角兼制作人，又当制作人，我就是。哦，梨园，五秒。林依晨。林依晨。恭喜，答错。另外两队要不要猜猜看？猜错也不扣分，反正你没分就扣。哦，哇塞。他说柴智屏。柴智屏有当过女主角吗？没有，她只有当过制作人。先喷呐！那种叫哪？女主角兼制作人呢？你们一讲，你一定会说啊，会气死，有没有 ？Pisco， 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名，我告诉你，就姓林，林林林林。林心如，林心如，不用抢了，因为大家都答错过，好不好？林心如，好不好？来，第四题，高哥，我跟你讲，很快然后就知道谁要走了，好不好？第四题，请问，苹果产品中第一款智慧穿戴装置的名字是什么？2014年九月发表的。来。Apple Watch， 恭喜，标准答案。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？只有你知道。这个音乐人也是要走在科技的前端。苹果系统总部。对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还有去参观苹果的总部。在 San Jose， 哦，对 ，San Jose 嘛。对对对。好，我现在我们第五题完，来给大家知道一下分数。Chris， 我现在挂蛋啊。请问湖南湖北池中的湖，就有湖南有湖北，在讲这个湖指的是哪里，就是哪一个湖。又是你大胆，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就什么，你不要胡乱了。是洞庭湖。洞庭湖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强哦 ！Apple Watch， 洞庭湖又加200分。好，五题完了。Pisco， Pisco 加挂蛋。后来局长啊，好像是我们学历最低耶。现在新跟美好前程是100分。好，董事长乐团300。好，这个应该还有五题的话，你们应该是稳晋级的了。现在就是你们两组看架，是你们拼谁要先走啊？是我们不要打了的。哎，你要打可以。没有，这个是一个知识的展现。哎，对对对。来喽，第六题，请问，许多女性常饮用的四物汤，请问四物指的是熟地、白芍、川穹以及什么常见药材？董事长，枸杞。枸杞。恭喜，标准答错。看有没有得，有没有知道，有没有知道？不能了。失误。来，当归。当归。你们女生对这个都不知道，还没有到这个时候，你们都被男乐团同化了。当归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他本来想回答答对呀、啊，他白董还没答过，想要你说我把当归念出来，别的女人念不出来，还有话讲。四物里面一定有当归，大家这个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不是？当归素不料丸，当归素不丸啊，来哦，还有机会，还有三题 ，OK， 好不好 ？Pisco， 请问，第七题，日本的道路通行方向是靠左车还是靠右车？左，跟我们相反，左，左，靠左行驶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
现在我们看董事长要不要高抬贵手，如果他们不抢的话，后面两题 PSCO 你们都答对的话，你们俩还可以。好，我们不抢 PK 一局，真的不抢啊，不抢不抢。来哦，注意听，第八题，未知生焉知死，强调生较死更为重要，请问这是出自诸子百家中哪一家的见解？PSCO， 好，这个太难了吧。五秒，儒家思想，是不是？儒家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哦，对不起，还有两，总共有十题。好，第九题，你们再答对的话，就抢最后一题了。好，那这一题你们答对，你们也输了。好，对啊，对，这一题很重要，怎么样都要抢到你，会不会都要抢到你？队长，请问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？教廷。教廷叫什么？五。梵蒂冈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乐团之间是竞争很厉害，都很不合的哈。标准答案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九题结束了，看到这个状况，最后一题就算给他们答对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。好的啊 ，PSCO 是100分，啊 ，Chess 的这个美好前程是300，然后呢，我们荣耀乐团是早就已经过关了400分，啊，恭喜，恭喜了 ，PSCO 他们要去跳 disco 啦，谢谢他们，来我们神经女孩的欢送。就那了听你心肝，伤心的伤心的你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小酒了解你。啊，没关系，大家只要记得2月14号，公馆 The World。好，我们的 Pisco， 谢谢大家。马上是我们的决战精彩神，好，进行我们的决战精彩神。那恭喜我们的 Crash 美好前程，还有我们董事长乐团啊，这个 Pisco 就旁边坐了啊，在那边欣赏我们节目的进行啊。两队在这个单元胜出的话，可以挑战我们今天最高奖金50万啊。但是如果到第六题对的话，起码可以带走几万块钱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现在念到1、2、3的时候，按铃。最快的灯先亮的，他听完题目优先能够来答题。1、2、3，哎呀，小胖嘎啾，徒手一样，徒手反应的快，真的哦。对，他绰号叫胖白，胖白，完蛋了，开始爆手了。好了，听完题目决定要不答，还是让他们先答。男人会为了什么事情 call 一群？男人的死党一同共襄盛举，好，为了什么事情？共襄盛举哦，好不好？但是他，我们讲哦，参赛者要注意哈，他不是讲一个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去，哎，我们去唱歌，共襄盛举，你懂意思了吗？好不好？有没有方向？为了什么事情？哎，共襄盛举，好啊，你们要先打还是让他们打？先打，哦。你都没有问同其他的有没有共识？没有，他们都知道了。他们都知道了，应该啊。好，来什么？看球赛。哦，比方说世界杯的时候有没有？或对世足赛，或者是棒球赛这些。你觉得台湾最疯的是什么？应该是世足。应该是世足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共襄盛举。对，所以球赛有没有？哎。玩 game 啊，所以再往这个方向就不要猜了。我们有刮斧的，包括打篮球、打网咖的嘛，什么捏棋啊，啊，再来，升官，共襄盛举，升官干嘛？就是事业有成，对，事业有成，对。那你给表演一个具体的，就升了主管，升了当了经理。哦，就是今天啊，职位。高升，对，是不是升迁？好，
升迁有没有？哦哦，升官发财，我真的哦，升官哈，真派对没了，哎，告神告神告别单身 party 也是啊，哈，再来共襄盛举还是什么？共襄盛举，嗯，协商和协商，轻松啊，轻松，五，轻松，失恋。失恋，你有过共襄盛举失恋，对，庆祝单身，谁有这个经验？大家都有，真的、啊，失恋就叫大家一起去买醉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啊，失恋，忘记那个痛苦，迎接更美好的事物到来。失恋有没有？哇，这难过的事情哈、啊，比如说今天被拜了也是了哈、啊，好不好？失恋叫失意的时候，再来。我已经想不到任何理由要合作。其实答案一解开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什么？五、四、三、哦、生日、二、生日、庆生、庆生、对，庆生有没有？好、啊。庆生不喝、啊，庆生不喝酒、啊。的第一个的庆祝啤、啊，对，庆祝嘛，有事情值得庆祝嘛。共襄盛举，我们其实包括的面向很广，啊，好的坏的，像你的感情有那个什么，感情离婚啊，或者什么什么，对，有好有坏的。共襄盛举叫有好有坏，往这个面向去想，有好有坏，对。突然中了乐透那一种呢？这个值得庆祝，值得庆祝的事情，值得庆祝的事。来，答案。值得庆祝的事情。哎，等一下，喷。所以呢，现在呢有三个选项出来了，来。随便也有。这么厉害。问太多答案了。哦。一个共通的答案，就打架是不错的啦。就共襄盛举。其实我们已经答对三个。他就讲不好的事情也是包括啊。好，那就打架。哦，是。画赌啊。什么？打架，从年纪跨到现在，跨度，好，打架有没有？哎，我要把它打完吗？没有，这样我就赢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只有一次的分数都是你的。哦，像刚他们的答的前面分数，这一题你答到了都要给你。嗯，所以现在是共同积分有60分，恭喜。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请坐在那闲闲没事的 Crystal， 有没有什么值得那个你们来发表一下的？我们可以提供。对啊，你们讲一个，有什么？把妹，把妹。对呀。啊，对哈。把妹会不会？我们都被泡妞啊，都被泡。没有。有的。寻欢呢？寻欢。一起去寻欢呢？我独自偷欢啊。来，我们打开。炮兵团那一类。来，第三个选项是。花天酒地第四个，好，然后第三个出来就出来了哈，都出来了。为了心仪的对象，有没有共襄盛举？有没有？比方说你有一个心仪的对象，大家一起去嘛。啊，联谊啊，联谊，对对对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在我们的第一题没关系，他现在是60分。第二题，啊，就让他们先答，他们有两次错的机会。如果你们后答。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哦。第二题一样，我念到一二三呢，你们可以抢答。一二三，哦，大磊，听完题目哈。好 ，OK。请问，除了使用乐器及写书之外，一般人会常用你的大拇指来做什么事情？大拇指有什么？来，先答吗？先答好了。先答。嗯。来，告诉我第一个。好，你先来。按摩，大拇指按摩，对不对？好，油压、指压嘛，压，对不对？有去过吗？轻的，啊，轻的，还有分轻的跟不轻的，跟半套，半套跟全套，哎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懂这些哈。我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的声音啊，基层的声音。好，按摩有没有？好不好？指压、油压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了啊！欢迎，再来，盖章好了。盖章，哇，今天被酒驾，对吧？不可能在印章身上，先盖章啊！他去当铺也都是先盖章。这答案好不好？好，盖章有没有？
勾勾啊什么的。还有，有玩手机、玩那个游戏机 PS2、Xbox 这样子的游戏。真的好像真的只有大拇指哈。啊，所以大，所以我们五个指头最没有用的是无名指。真的是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。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常用到。这我就要私底下请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人情都要用得到啊。所以是什么？玩游戏机。玩 game 啊，打游戏机、打电脑，可能都包括里面的啊。来，玩游戏机有没有？好，三C的产品啊。有吗？再来，就是代表给你一个赞，称赞人的时候，表示对你赞同，会用到大拇指。做曾经做过幕后就是不一样，真的真的，要不然这个答案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。该来了吗？有没有？哦，被讲掉了是吧？我们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有哎，给你一个赞，有没有？这是第一了。这是最多人想到的，还有两个，你们还没有错过哦。答案有没有？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翻书，看书。哇，你有问题哦。看就是，或者数钞票。数钞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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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数钞票比较好。赚钱，对，赚钱。数钞票有没有？哦，哎呦！第四个唯一一个选项，万一他们俩是错没有，你们赶快想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来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喊手指，不要不要，喊拳，画滚，很不礼貌的，不要，很不礼貌，对，台湾拳哦，浪人啊，浪人啊，浪人。我们有两次错的机会，我们先用这个。先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喊拳，喊拳好了。喊拳有没有？用手势，用。这应该是有，但是呢，可能排列在后面。好，我刚讲的是什么？这个啊。还能错一次？嘿，我那个啊，你那什么？打面车，我就五秒，四。赌一下，赌这个，来两个来猜了，赶快，这个啊，弹手指，弹手指，哇，做音乐都不知道，打拍子，打拍子，哦，打拍子，打拍子有没有？哦，好紧张，trash。美好前程是不是真的有美好前程呢？这一题很紧张，到底什么？不知道呢。我们决定一下要用哪一个。我们只有两个吗？没有，只有一次，因为只有一题，那你们也只能错一个。一次，对，错一次，只能错一次。五秒。四、三、五指摔跤有。二、一。吃东西好了，吃东西。翻东西，那叫翻东西，对，那就数钞票一样啊。那个五秒，拇指摔跤，拇指摔跤，拇指游戏，拇指游戏，摔跤，三二摔跤，对啊，拇指摔跤，你觉得好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对 ，OK 啦。一般人大拇指常常会用来做什么？我们都没想到。对，这答案真是太妙了。拇指游戏有啊？年轻人还是有偷东西。啊，抠东西呢？什么？抠东西？抠东西？对，要来一个，哪一个？选一个啦。三、二、一。刮彩券。刮彩券。抠东西的意思。抠了吗？抠东西。刮，抠东西。抠东西。有没有？我今天啊，这一听就知道，我跟你讲。刚才呢，我也没有仔细看完全里面的。我知道。那个我们的 Pisco 那个吉他手，他在那边比的动作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点头，好答案，来吧。蓝车，蓝鬼的蓝车。来，给我想到一个。那不是。这样子。新手指。对了。新手指。Baby 新手指。
我想要这个。你想要这个是吧？对，那叫陨手指，小朋友才会的那个。有没有？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。什么？漩涡，漩涡。什么？打火机啊！哦，可爱的，每天都要用的。他可以加点火。真的哎，好不好？打好不好？而且他排到大海都过不来，果然在酒店上班。哎，大海来讲过讲问题哦。来，请看。用生活用品。太对了。所以，所有的积分都在董事长这边，总共是141分，恭喜他们获胜。获胜吗？姜氏老的获胜，最重要的能够带走多少奖金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来，终极奖金挑战50万。